哎呀，啊，好可怜啊！这个兔子居然会 breaking， 哇，它居然会街舞啊！哇，这个兔子原来是嘻哈界的神兔 ，hip hop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经啊、哦！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。哦，然后呢，老头最近看到了影片下方的留言呢，有很多观众们啊、哦，他们的这个留言都是啊，老头我要考试，没有办法看你的影片啊，老头怎么办？我现在考试压力好大哦，我不能看影片怎么办？啊，我只跟你们讲啊、哦，好好的面对你们的课业，把你们的课业全部都做完，做好做满再来看影片就好了。真的不用每次都这么急的要把我的影片看完，好不好？我的影片呢，啊、哦，老头也说过，就永远的放在这个频道上面，啊、哦，当你们有空想看的时候就可以来看，我不会把它砍掉，啊、哦，除非这部影片有问题，不然基本上放上去就是放上去了。所以说呢，你们学生呢，就尽自己的学生的本分，把你们的课业顾好，啊、哦，然后顾好了之后呢，再来看影片放松，啊、哦，这样子就是。对老头的一个支持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要因为老头，然后辜负了学业啊，搞垮了自己，这样子老头会过意不去的。各位啊，这个考试加油啊！最近考试考完，应该就准备要放暑假了吧？是吧？啊，也希望你们呢啊，可以好好的考到一个好成绩，放暑假就放爽爽哦、啊。有可能有人要面临暑期辅导啊，没关系，老头以前也有暑期辅导过，所以说啊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暑期辅导。啊、哦，很多人都要跟着暑期辅导，所以说你们还是认命吧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还有看到有人留言啊，说啊老头，你要不要用世界之蛇去打 BOSS 啊？哦、我只能跟各位讲哦，世界之蛇呢，基本上它咬一下一个敌人被它这样子咬一下是30几万起跳的。然后有人说怎么用5只去打？我觉得不用啦，1只就够了。这边的生物没有强大到世界之蛇搞不定的，好不好？又不是在玩起源模组，又不是在玩那个，又不是在玩灭绝啊、哦！这个版本的生物其实血量都不多啊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一样没有意外的话，就是我要开始玩我们的召唤物了。那老头呢，这个召唤物差不多充其量下一集也就结束了，就可以开始做点别的事情哈、哦。啊、哦，老头呢，这次呢所选择的召唤物品是这4种啊、哦，这黑魔法。上面全部都是在说明跟黑魔法有关系的东西，好，老头特地稍微去翻译了一下，是跟黑魔法有关系的。你看上面很多啊 ，DARK 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黑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哦 ，mana 就是魔力的意思，差不多黑魔法吧。哦，然后呢，这些都用完了嘛？这些老头前面几集全部都用完了，那这次呢，下一集就是这三颗。啊，这三颗感觉好像蛮强大的样子。你看它所有的材料夸张到不行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用这4个。那老头一样是委托哥们啊，老样子把这些东西弄出来了啊。我要让世界之蛇监视着我啊，这样子我才比较有安全感。因为哪怕我召唤出的生物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，世界之蛇会出来保护我，是不？来吧，我们先来看哪一个、啊？这个好像。都是哎、欸，这是什么 Seeker， 这个感觉好像是异变里面的东西哎、欸。我们先来看哪一个 啊？算了，不管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好了。来 ，open， 呜呦呀，这么大只！哦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没办法抓那些死神国王了，国王死神还是死神国王？原来是用召唤的、哦，难怪我们之前不能抓。哎、欸，我木乃伊跑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！哎，别逛大街。我说你可以出来逛大街吗？你给我回去哦！哦，我还是把它弄回去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乖乖的回家，不要们出来杀也好不？拜拜。哦，这我们的死神国王啊，国王死神还是叫什么死神国王？反正在异变里面，他算是异变里面算是一个难突出的生物吧。啊、哦，那时候异变呢，大家都很想要叫我去抓这一只，大家对这个的讨论度非常的高啊。啊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的威力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威力啊。等一下，啊、而且我记得这一只跳跃力蛮强的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跳吧？我记得这一只的跳跃是按住之后它会蓄气，蓄完气之后就弹起来，弹很高啊。怎么这次没有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
来，右键。这一次的右键只有吼叫，就单纯只是叫而已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像前面那两只可以发个什么能量炮之类的啊？你看这边那么多，哎，转 ，AKS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 ，AKS 键 AKS 键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哈，前面那只三角龙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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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爆了，爆了！不过他的血还蛮少的，900多而已哎。走路真的有点慢啊，用跳的比较快一点。我们可以从上面做攻击吗？然后看一下他们血量是多少。我觉得这个血量我们打得赢。突袭！啾啾啾啾啾啾！哇，你走了，在下面一点。突袭！有吗？有炸到吗？好像有。哇，他们没事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而且我现在马上就没体力了。是谁啦？走开啊！滚开哦！我们要跳过去攻击吧。而且那边好像有一个人类，这个是不能抓的。这个也是黑魔法其中之一嘛？会不会等一下召唤出来的话，我们去打看看？杀！不要怕！啊，他在跑。来吧，吃我几颗啦！哦，伤害蛮高的，体力消耗好快哦。我给他吃一点那种肉，让他补充一下。啊，给你吃生肉好了，你果然是吃生肉补充的。我直接把这个给杀掉好了，我就看起来帅哦，帅哦，帅气哦。被我弄死了，掉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啊！哇！我居然对这招免疫！来呀、啊，尾巴甩甩，他也会尾巴甩甩，我也会尾巴甩甩。因为只有你会尾巴甩甩吗？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一只第一只黑魔法召唤出来的黑暗死神国王，黑暗国王死神。哦，我忘记他原本的名字叫什么了。哦，太久没有回去方舟异变了。OK， 解决掉了。好吧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只哦。咱们来看一下第二只，这一只看一下好了。哦，哇、哦，这边全部黑魔法都是属于异变类型的。哦，这一只我知道，这一只是那个探索者哦。在异变里面叫什么？然后是不能驯服的，但是在这个版本是可以驯服的、啊，这么酷啊！哦，他居然负重了，要等一下、啊，看一下攻击，攻击还蛮快的。右键抓，啊，这吐蛋蛋有没有？吐好吐满，有了有了有了、哦，重点是还会飞、欸，超不错的。我们看一下发射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一样是一颗球一颗球，好像在吐弹珠哦。他右键应该是可以抓取吧？我们来抓一下嘟嘟鸟看看好了。嗯，哎呦，抓到了抓到了！哈哈哈，好笑啊！咬死你，咬死你嘞，小王八蛋！点下攻击力好了。招式都差不多，大同小异耶。来吧！同样身为黑魔法，黑魔法的生物是没有办法造成伤害的。我忘记了这一点。雷龙是你！哇，秒杀！哇，那个虫儿又开始乱窜了。虫儿又开始乱窜了。啊，野生是可以抓的啦，只是一直以来都不知道怎么抓就是了，超级不知道。我们再来看这一只吧，让我猜猜这个样子。这个应该是，哦，有爪子哦，
欸，还是一样，我只是比较大只而已哦。Oh my god， 这才是真正的死神国王啊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小罗罗是不是？欸，这才是真正的王啊！体型变大而已啊！右键，哦呦喂啊！原来什么东西跑那么快啊？那什么东西跑那么快啊？这游戏有兔子，哎，可爱的邦尼兔，兔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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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兔子兔子兔子，怎么抓怎么抓？野生的，跑超快的啊！别跑嘛！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他会召唤呢、欸，我们家那只会召唤呢、欸，他召唤什么？我靠，原来这些人类是他们的召唤物哦、喔！哇，人类的尊严啊，就是已经扫地了这样子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兔子嘞，兔子乖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让我猜一猜，这家伙可能吃果实哦、喔。我们有啊，我们有两个，这边多挖一点 ，nice。我们要来抓兔子 ！Oh no！ 为什么？而且这个兔子怎么讲？血太少了。如果我们的麻醉枪射下去，可能是直接往生啊！别！我觉得我应该要穿一身这个吉利装，有没有？就是那种伪装的东西，靠近它才有办法。哎、欸，真的太扯了吧！这么的敏感啊、喔、！Look at me， 兔子。Look at me, rabbit。兔子是这样念吗？那跑掉了、欸。我们可爱的兔兔消失了，完了，它要变成野狼的晚餐。算了，放弃了。哦，这正所谓该你的就是你的，不该是你的永远不会是你的。我们不要去强求太多了。结果这家伙居然连这个飞行生物也召唤出来啦，你到底是？哇塞，这根本就是超级大 boss 来着的吧？这谁啊？哇，兽人！哦哦，别！你这是在捶膝啊！哇 ！Oh my god！ 又召唤出来了，你到底是多能生啊？哇，黑魔法用过头，下大雨啦！下大雨啦！哇 ！C 键 ，C 键放球球，右键旋转，然后啊，他是怎么召唤来的？我其实不是能够了解。哎、欸，兔子又来了，兔子超会跑的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来吃一下肉哈，等我一下。哇，那个召唤他们是怎么召唤的啊？是他们自己会召唤，然后我没办法主动召唤吗？我没有办法主动召唤吗 ？C 键、右键，还是有某个按钮是可以召唤的、啊、？Q 没有 ，Ctrl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！该死了，该死了！我真的不会召唤欸，好吧，反正他就是可以召唤这么多。你看前面一坨，啊，干他晒的这样子，一坨死在那边。哦，这些召唤大军够强了，够强了。好，我们把这只放旁边哦，我们来看下一只吧。来吧，兔子，嗯，别跑，兔子乖。你再这样，我要生气了！哎，哇，神准呢、欸，你随便射的、啊，哎呀，啊，好可怜啊！这个兔子居然会 blanking， 哇，它居然会街舞啊！哇，这个兔子原来是嘻哈界的神兔 ，hip hop， 好 blanking， 风车鞍马，嗯。好吧，哦，干，吓我一跳！妈的，
你在冲三小，滚！王八蛋，吓死人了。最后一个到底是什么呢？让我看看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。Oh yeah！ 哦，就是你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还蛮帅的，我觉得。然后某个线上游戏里面的啊角色穿神装这样子，打他！哇！哇，跳起来旋转呢！哦，他召唤的生物有时间限制，来跟着我走，对外卡成行。啊，他前面召唤的都没有时间限制，就一直停落在那边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他上面哦，每只都有时间限制啊，了解了解。哦，我的人类嘞，你可不可以快一点？我们要试一下刀啊！看到前面那只雷龙了没有？啊！哇哇！哎，欸，我可以吹他们吗？欸，可以耶，欸！哇！跟着我，兄弟们！啊！我感觉好像是我被追。救命啊！我被追啦！别追我 ！No！ 哦，其实是我的大军，有没有？我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我手一捏。你们通通都爆屁！爆屁！爆屁！呜，看无啊！哈哈，好玩好玩！来来，这边需要好好的都跟一下，都跟一下，都跟时间到喽！呜，看不清楚啊！都跟，都跟，都跟。更改，更改，更改，破坏，破坏，啊！加油，你们行的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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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前面有妹子，有妹子去！哇，怎么？哦，那是那个召唤物，有妹子，有妹子！啊！打，打爆他们！好爽啊！巴拉嘣嘣嘣隆嘣嘣嘣！哦，超级破坏！冲啊，兄弟们，跟着我准没错了。听我的，吃我的，我是你们的领导，你们的领袖。来吧，跟着我走，包准你们不会饿死，享尽荣华富贵。啊，女人要有就有，没有任何偏袒。那什么鸟啊？那什么东西啊？没看过。好吧，这就是今天大概的样子。各位觉得好不好玩啊？我就觉得带他们走还蛮好玩的啊。啊，虽然感觉就太混乱了，而且飞行的全部都消失了，剩下这几只，这几只剩下2分46秒的时间。哦呦哎呦哎呦！啊，他们怎么这样跑回去啊？他们为什么要跑啊？算了，我也不是很了解。哦，啊，我们这个家伙现在。现在才开过来啊 ！Hello， 一个人吗？打他！砍！砍！升龙拳！帅！哦哦！发生什么事？哦，为什么我的王跑出来了？哪里过嘞？他为什么动了？哦，是因为我刚好吹口哨，他跟来哦，攻击我，攻击的目标，吓我一跳。我刚还以为是这个是野外王跑出来要攻击我，欸，吓死人了。算了，我们之后再整理好了，好吧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。我个人觉得这一次还蛮好玩的，然后各种死神国王，然后各种奇怪的黑魔法，还玩得不亦乐乎的，还看到可爱的兔子。可惜了，抓不到。我们下次想办法抓看看。啊，那边有一只哦，没有嘟嘟鸟，抱歉看错了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期方舟生存，以后再见面了，拜拜。